我难守了，我只能守内线，外线交给你们。这难守，这难守，完蛋了！对啊，看一看就在绕赛。哇！找到把他盖了、啊。对方太鸡排啊！完了。啊！哇！不爆了、啊！走，签到有时候都会做出这种上帝的动作。干！小田是我。我不会玩长发了，不要了。小田是我，是我觉得买过最不后悔的一个角色。我也觉得小田非常的强，我只觉得他长太丑，哼，不然我就会想。爱不完，而且现在中投篮板40那个出来了，工程哦，好吧。不是他小田，他本身就很全能啊！我觉得他火锅感觉就火锅感觉不弱，我上次测他火锅盖蛮远的嘛。然后他地板球就可以捡反点，我觉得应该也不低才对、啊。小田来了啦，花型加小田，完了这个我难守，我只能守内线，外线交给你们。这难守，这难守，哇，这难守啦！太难了吧！看这一场我们弱点太多了吧？你手指阿木的话，如果你守的是阿木，你去守阿木的话，我不是守阿木，我不是守阿木，不是你守阿木，工程怎么守小田？所以我只能去守小田啊！那被打点，太难了吧？这场看这场太难了，而且他们这一场进攻能力跟防守能力，还有篮板能力都很棒，唯一薄弱是地板能力没那么好。靠北，地板能力小田不是。只有小田可以抢啊！只有小田可以抢啊！啊，我的速、啊、我还没加速哎、欸！小田不可能有，不可能顾三个位置的地板球。哇、哦，看他第一球就拔，老塞，干我就卡住，完蛋了！对啊，干一看就在老塞，哇！找到把他盖了，这样感觉就很难打。对方、啊，对方太鸡排啊！完了。啊哦、哇！补爆了，被补爆了，分配考妥妥的，这对方干了八，干第二球忘了，太低啊！干不行啊，不行啊！选这工程出来干嘛啦？啊 ！Almost there， 完了，超级不配合。Almost there， 别盖，干干干，给我直接当 Q 一球吧，当他、啊。我的 dunk 被你们，哦呦，你们看到绕到篮筐另一侧，一个反手，签到有时候都会做出这种上帝的动作。干，他行不行啊？我的不管，我把盖，我把盖。废话，难道是我的失误吗？啊啊，难道是我的失误吗？啊！我跟你讲，这场只有你可以靠你单吃，但是你的投篮就拼我篮板硬度了，没办法。干不行啊！我可能要是干不行，早选光头出来了。干嘛？你也想一手三？对啊，只能这样啊。Almost there。没关系啊，他们总可能会切进来一球，我把握他们切进来的那一球就好了。干啊，烦呢、欸！他们懂得，请你吃鸡排啊！干哪里有漏洞打哪里啊！操，烦呢、欸、！Almost there， 进了。不是啊，他们超聪明的，他们知道樱木只有樱木可以防守啊。碎碎碎干，可是抢不到地板球，工程都盖到。板哦，这个是板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掌握这几球机会就好了，掌握它。你要团飞哦，团飞哦，掌握它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我跟你贴超近，然后你团飞，他们一定通常都不会发现。啊，就一直线。守好。小田应该会啊！我倒了，所以啊，工程有了，工程有跟到，所以呀，所以呀，飞啊！对，哎，不要怕，这种东西我自己抢回来。你有吗？有补货啊！所以啦，哎丢啊啦！他们在等我上篮呢、啊。我们不打节奏，不按套路出牌啊！靠呗，我跟不到，办。干我这没，你那边我这没办法。干每个都是后仰之人、啊。我在守那个，我在守那个什么，转身骑马我也很难。进了。
干，我一定要找出一个点位可以单手花血，太顶了。Almost there！ 哇靠，背嘞！你要先稳着稳着。你有大吗？你有飞吗？飞！水，安尼好球啊啦！他们都在看我，就是这样打。他们刚两个明明就跟到，他们知道我们要用调剂啊。Almost there！ 握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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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木在我面前跌倒吧。Thank you very much！ 我看三个人的，阿木一个跌倒，两个撞飞，可以啊。哦，水！敢直接全倒，靠背嘞。没事啊。Almost there！Almost， 没进，没进，没进，没进。Almost， 有看过用大绝秒第一版的吗 ？Almost， 帅哦！一代米要扛起了，扛你了！一代米扛五十 T 了！呜呼！我们给他五十 T， 要给他跟起来啊！一代米，啊！喂喂，靠边嘞！翻、okay. 可惜啊！干你娘的花钱包版本！鸡排，我女朋友叫我小声一点。哦，好。飞哦，飞哦，飞哦！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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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！有飞吗？有飞啊！有的飞啊！有飞啊！没得，没得。有飞吗？飞啊，飞啊，飞啊！没飞，飞飞飞飞飞飞！我想飞，该靠边嘞，不应该由他传给你。我打，我打，我打！哦哦 ，Almost there！ 哦，我看这一二段守的漂亮哦。一代米要扛起了，哦哟，可以，帅！一代米扛五十七了，我们小声一点。一代米要扛起了。我有打，我有打。木小，哦哟，吊球，吊球，哦哟，敢飞起来，飞起来。我呀，他空大了。我本来想二路，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空大了，敢瞬间，从我们落后，然后觉得很难打，对啊，一直被打点，然后莫名其妙赢了，干，好扯。他们后面没，他们后面没打点的。一开始那个花型一直后仰打点，后面放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感应没有。Almost there。我知道为什么花型后面不打点了，因为你看篮板抢不赢啊！你看我四颗篮板，他们其他人没篮板。干，好菜。不是，这个是最尴尬。就像我之前先到，为什么那一场我没有办法？我打木一场一直被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中，我没有办法后仰啊！干你们没有板、啊，对了，没有板就很难投后仰。如果篮板，因为我你要打顶头的话，或者你要拼中投，你篮板输人家太多，你就会很难出手。就是干你啊，我该不该投啊？投不出去就没了。非常犹豫。对啊，啊，这场盖三个火锅啊，这么多。谁？我、啊。球、啊。那个XDO流。